多好，我们还没被发现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艾泽莱金岩宝箱和人质集中区的钥匙在监督者身上，就挂在脖子上。我们对付附近的守卫，你想办法到下水道闸门去，应该可以从那里进入监狱才对。原来还有这头怪物，怪不得监督者没多派人巡逻这边，还好你把他杀掉了。你们爬过这堆东西逃出来的，那你们走前面。寇格斯，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没控制住底下，也没把他们全部杀光？我很抱歉，艾虚凡女士，我的手下一定能让这里恢复秩序。你最好做到，否则接替你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着你死。我快点把门砸开！只要绑走监督者的人质，我们就能拿到花不完的赎金了。鲜的肉，大家杀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。我都快驾驶出狱了。做得好，看来你们已经控制住局势了。在你去找监督者的时候，我们会占领下层。犯人救出来了，警戒线也拉好了。
我们控制住底层了。做好准备，他们来了，别乱来，放火的，我就是说你，要是艾泽莱金岩爆炸，我们就都死定了。闪亮的星星，最快消失。谢谢你们专程回来，让我处决。我一直都想用火把试试看这种子弹。你们一定会被射死。跑就跑吧，我从不失手。射得真准，我看艾虚凡女士这下一定要再找个监督者了。既然我们已经控制整座监狱，钥匙也拿到了，就开始回收艾泽莱金岩，释放人质吧。以一个逃犯来说，你表现得很好。